扬州今天35度，空调是必须24小时开着的。空调一开，他们立马进入睡眠模式。老头把院子充实了下来，大太阳下立马干了，放他们出来玩一会儿。发财。回家看到小区的猫悠闲地趴着，他们经常来我们的院子里，所以看到我一点都不怕。发财又是抢美丽玩具，又是抢美丽的垫子，把大美丽给气坏了。你就不能大声点，干嘛总是欺负我？老公在家最大，老公玩你的东西你才能玩。怪不得都说你是渣男。我渣不渣不重要，你受点委屈更不重要。等我长大了，每天都欺负我。今天是牛里脊、鸡胸肉、空心菜和狗粮。怎么又是狗粮？周末也不搞点硬菜。明天视频停更一天，我一早要高铁回自上海。小哥哥要面临小三门的选课，这个很重要，必须回去好好讨论一下。明天又是孤独的老人和狗，狗都不愿意搭理他。吃个饭跑来跑去，你累不累？煮了饭菜不合胃口。看来饭菜的确不合美丽的胃口，吃个饭满场跑。没完没了的狗粮，夏天本来就没胃口，过得一天不如一天。虽然不太好吃，但是没办法，谁让咱家穷呢？我吃完了。好像还有块肉。看看你还有啥。你吃的真干净。全吃完了，奖励点零食吧。家里零食都吃完了，一直没有买。哎，贫困家庭的悲哀。